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是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近期专家的研究，分家南地区是西药剂盛行率相关的所在，又感到不法药物含毒品危害个人的身心真大，加上慢性病、多种用药、中西药并用，容易衍生出用药安全的问题。所以嘉义市的药师公会特别结合着嘉义市的卫生局含各药处，举办打击不法药物含药物滥用防治卫道成果展。透过味道比赛和颁奖，希望会当予健康的用药观念向下扎根。一个中心国内瓦列十九 A 反毒舞蹈，插在现场的气氛，马上在场的民众来宣导，我被使用药物有害身心健康的观念。为着要让下一代的少年朋友了解健康用药的观念，勇敢拒绝非法药物的入侵。嘉义市药师公会特别和嘉义市卫生局各有各药处来合作，举办打击不法药物和药物滥用防治卫道比赛。经过评审的评比，这种作品一号在中正公园展出。现场东部举办颁奖典礼，表扬这种的学生。这是我们行政院卫生署食品药物检验局它的经费，那我们嘉义市跟附近的县市都有举办这个绘画的活动。那嘉义市这次跟我们市政府卫生局跟教育处这边一起来举办这个绘画比赛。那因为现在这个药物滥用跟毒品呢，这危害社会很深，尤其我们要向下扎根。那透过绘画这种方式呢，那发给我们的高中、国中跟国小哦。有兴趣绘画的同学啊，一起来共襄盛举。分家南地区是民众西药剂盛行率相关的地区，当日药师公会希望结合着公主部门的力量，透过活动的举办，和健康的用药知识会当向下扎根，也为民众的健康尽一份心力。最新新闻，张耀平、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